OK，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来，我是君主。那你没看错，我们是赛欧玩的，就是这台美国的 M60A1 LS。那 M60 坦克啊，我相信对于台湾人来说，其实应该不算是很陌生了，应该是非常的熟悉了。那 M60 坦克啊，作为美军第一款主力战车，它从1962年就开始在美军服役了。那 M60 啊，其实它这个型号应该算是非常的多哦，也很多国家有这台 M60 哦，所以在其他国家有不同的型号。那 M60A1 AOS 啊，这个 AOS 就是 Add-on Stabilizer 的意思，也就是说它有这个稳定器啊。那你可以看到啊，在游戏里它这台车就是有双稳在的、哦。那这台坦克啊，它使用的弹药啊，哦，有这个 M728 的 APDS， 那它的垂穿有265毫米。那另外它还可以打这个 Heat Fin Stabilizer， 那它有400毫米的穿身哦。那另外你还可以再带这个 Hish 跟这个炮射烟雾弹。那另外它这个射控啊，也有这个哦夜视仪的观瞄存在哦。那我们接下来就看看它在这个游戏里面的表现是怎么样吧，走。他们的壶怎么就死掉？动火箭发射车。嗯，那台挺恶心。听到右手边有人，进去 C 点。我开过去，不想，我不想站他们家的中心。吓死！对啊，开上去了，开上去了，开。好。是那个吗？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哎呀，绕到石头后面就下去了。OK。是那个 DF。没了，只有他一个。死掉了吧？我现在看一个尸体在那。OK， 我不管走远了。哎，有人被标记出来，要不然先打他。在下面，在下面。没有打到，没有打到。OK， 后面一台 Mother， Mother 死了。就三尾换东西吗？没有，没有。那个685好强，好嗨呀！他直接冲过去。OK， 我们往 B 点去吧。有重弹耶，重弹是什么？提示，对。提示的话是在我们这边。对面有末代重弹手。末代重弹。我会等一下看到是属实。我是那个 MX。有鼠士，干你不要乱说话啦，操！真的假的鼠士？真的有鼠士啦！居然是老鼠！是，哎，咋办啊？是 OK， 我看一下上面这只，我就要过去。我怎么觉得这只上面这只也是老鼠啊？这是老鼠哎、欸！他死掉了。我下去找，我能想到德国会开着重坦克，然后想到之前是有蛮多人把鸟气开出来了。他炮塔怎么？哇，他怎么会预瞄到我这里？我平时有打三稳有，嗯，有烟雾弹吗？好像有。哦 ，C 点有人啊，被捡走了。
西边有人哦，那是大兵哦，都长炮手，爆衣，他可能不会站稳。哎、欸，啊，他怎么不站？他车上炮手被打死。他还在 C 哦。OK。对面有个在河里的，是什么防空哦？那个，不是，不是防空。妈个去！炸掉一台。哦，有那个163。不是163，好像没看到。163在唱歌。啊，他死掉了，太可惜，都丢了。德叔，右边，靠，这些瑞典该不会有 B 打吧？有可能哦，也有可能有开出来。我讨厌 B 打，最恶心的东西。有，你讲这些就有了。下面吧，他刚刚打死了林央。哦哦哦，你的嘴也是经过开光的。那什么？他们清楚，我没看清楚啊，就。哦，看到了，爆衣的样子。爆衣吧，嗯。爆衣。太可怕了！我被飞机扫。我刚刚也被飞机扫，但是没事。看，我掉了一个主人。啊？你被扫穿了？是吧？那也是爆衣在顶我，因为我刚被飞机亮出来。他在这里。我先站 C 啊，我死了。可以啊。他开炮了。怎么按耐不住了吗，小老兄？哎，有那个方向机。有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哎、欸，好，飞弹射，飞弹射。BMP1。那台爆衣的方向机是坏的，但它推到石头后面了。我换个位啊！哎、欸，这个爆衣开出来了。哎、欸，不是，它不是爆衣。M48，马德奇。哇、哦、，M48 打得了 M60 吗、哦？不行，不一定，看他有没有。我应该带 hit 的，但他的装填手应该是死。对，我把他打死了。女带油箱方向机装填手车，大概打掉了。那爆衣，嗯，看他是什么的，看他哪一个 AKV 哈，黄色。不是90105那个吗？我不确定哎，因为我有点太久没有玩瑞典。哦，差点打到，但103，好扁哦。我看到了，有在动的。那是103还是保那个、啊？还是那个苏联的那台扁的那台车、啊？有705吗？看起来是103。103，驾驶员发动机在哪里？那个现在被亮出来那只。罗达。这个。哦，看那么远，看不到、啊。打掉了。哈哈，对，真机，哇、哦，正前面，爆衣，真机来了 ，UH1，那爆衣一直在往上打，他在干嘛？他在干嘛？这爆衣，哇哟，我打爆衣没有穿哎、欸。他好炮哦！
我有点不搞不清楚的是暴衣的操作是什么，你知道他怎样吗？他在我还没有到之前，他就一直在那边打，在一直在开炮。然后我 Vida 的炮伤坏了，我没有弹药了，刚浪费在那103上面。我要回去吃一点。那些暴衣，对吧？那些暴衣就是我还没有开过去，他就一直在那边开炮，然后我不知道他在浪费弹药还是在干嘛，他就一直打。然后直到我开过去，我打了他一炮，没有打穿之后，他又再打了我一炮，但是他没有打到我，那个炮弹一直从我上面飞过去。纯傻逼吧？不是很懂他的操作这种。本来就……哎，四点掉了，我没有弹药。要靠你。但有人攻过来了，你可能要先躲好在这。到这 ，OK。我现在只有点五。两台。干两台，那我怎么办？一个在我这里。我因为对面应该不知道我是没有炮的状态，我可以压旁边这个。看着他们。从这点的推进来，我就必须速战速决，斗智斗勇。他不知道怎么速战速决，不清楚，我被丢火炮了。我不管了，我要进攻了。OK， 哇，他用钢针，我是685的，我六八五。两台耶，哇操！好，一个是 IKV， 一个六八，好像是685，我一直以为是 IKV。我们那没有人吗？对啊。老师。哎 ，T44跟 T29，怎么好像不是这个分房的东西？有喷气。还有猎豹哎，144 T29还有猎豹，啥都有，大杂烩。好像是262还算东西，在挑衅。右手边有一台车，暴衣的样子。我们现在排成一列，好像不太优哦。然后A点没人。我想推过去，但是我不确定这个地方会不会来。看到一台车在那里，在那里。可能会从这个地方，或者是在其他地方。我要瞄这边。下一个。OK。来了。哎，过来，抱歉。不过他那个烟确实创造了一个好机会，是左边的没有人，左边的人你看不到。左边的烟分散注意力了。还是说这个是他的目的？是啦。哇、哦！上面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哦，先把你杀，还好弹掉。我可炸不到，在这里。听起来是阴气，对，听起来应该是阴气球。他是在逃跑。在后退。百夫长确实是百夫长，但是哪一台百夫长我也不清楚。他后退了，我猜是7.7的战报，叫中山打破核弹。对面有瑞典吗？有，
还有可能是瑞典那台，也有可能是毛哥，也有可能是那个 Shit Cal， 不是，他是英国的车长炮手，车长炮手。死了！我死了！啊！直升机又来了！好，摇起来，摇起来，看到维克斯 Mark 一，车长炮法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！又一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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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一台直升机。嗯，我飙了，它掉了。去死，妈可以，有台车，那个 Tim， Tim， 中田多久啊 ？Tim 会比我快吗？应该不会。哦、oh, shit， 玄火，好，你要放玄火，不要，我没有，我炮管坏了，加油啊，不，好了，这是我应得的，哎、欸，我打他 critical 是什么意思？把他张连手给打死，哇操，我用电火灵把他点死，是点火灵吗？把他点死了。撑一下，撑一下，我来了。M48 M48 四八，这个支援军车。哦，但不止，还有一个，还有队友。哎！我在等我的那个炮升起来，他的炮管只有黄掉而已哦，你得注意。Nice， 那导弹夹来不及升起了。放、哦！对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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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！那什么？那个 Mother 还是？达米安，那 Mother 吗？这边我记得也有一个。我标记不出来了，啊，开到这里了。打掉了。好，我过去帮你。啊，困了。那是。僵持的，看不出来。如果我从下面他打死我，你有机会推上去打他吗？好像，等一下。Okay, 这里有个猎豹，猎豹、okay. 先杀猎豹，先杀猎豹。可以。Nice。有机会打掉他吗？如果我死了，他好像要上了。玄火，那是玄火，干他，直接干他。Yeah，Yes， 那是。好诶、欸，哈哈哈！好诶、欸，那些配备复仇，有二对四大获全胜。有一台车，那个猎鹰，猎鹰，我操！后面在后面，在你他爬上来那个球，爬上来那个球，我该怎么讲？应该会在你的左手边。就是如果你现在正对他们家的话，他应该会在你的左手边。我这开始 Bradley， 哇哇，他在哪里？他在家里，OK， 有很刺激哦。Warriors 掉了。好，猎鹰也死了。旁边人。是啊，我一个。好。嗯，没标到。好，马上到。
去看谁。哦，现在毛素。毛素。哦，毛素。鸟屎，他的炮坏了。毛素。哦，他发动机也坏了，我要怎么打？哦哦，他死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我怎么东山下？好，听到车子，爆衣。T55方向机发动机。哦，他火好大，我看不到人。还有一台爆衣。在他的后面。哇，哦，冒险下，有打掉了。还有一台在我这里。看到机枪在扫，但是这个角度打不到。我们的局势不太妙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打掉了。JPG， 我后面有一台百夫长的车。主要是他们在 C 点那个山头聚集，我们这里冲不去啊。确实。哦，我打了一台 M48 过穿。方向机，他死了。道一车长方向机。我这里有台车开过 ，Mouse， 哟，怎么这么多老鼠啦？重点是我也不敢打这台老鼠，那台老鼠发现了，他开炮了，但是他还开大副。在 M56 那头，这里。在烟里吗？对吧？对，在烟里。那驾驶员死了。我右手边还有一台那个暴衣。M56 应该在边上，靠那洞。我打不到他，真的好尴尬。不好意思，我没有弹药了。啊，我就离
我等你推过来，我再追掉。我等队友推过来再追掉。他往前吗？他都往前没有，他后退，他后退，他应该知道队友了。我要先离开，然后我开那个看能不能开飞机撞。OK， 那以上就是这台 LS 它在游戏里的一些表现啦。那我个人觉得啊，它其实在 8.3 还算是可以哦。那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请帮我按个赞、然后分享出去，然后并且订阅我，以及开启我的小铃铛，以来接受我更多的影片的通知。好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